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， 今天教大家整一个简单又好味的菜式——芝士煙肉焗薯，只要三样材料就整到噶啦，我哋即刻开始啦！完成啦，焗到金黄色，好吸引啊！等我即刻试下味道如何啦。碾成嘅烟肉焗得非常脆口，而且焗薯嘅芝士味亦好浓郁。咁简单就整到，大家都快啲试下啦！Yoo-hoo！